啊，行政院长吴敦义拢来参加。总统强调，政府拍拼来降低失业率，嘛，予劳动三法来上路，这对台湾的劳动人权是一个重大的阶段。马总统甲行政院长吴敦义、劳委会主委王立恒共同签了启动仪式，就业博览会正式开始。总统特别到每一个单位了解就业门槛的情形。调过去选择五一劳动节举办大型的博览会，马总统表示，希望二党和更卡侪民众有就业也是转职的机会。我们连续呢这个19个月的失业率在下降，从前年8月最高6.13。降到上个月的4.48，我们讲这个数字，大家觉得冷冰冰的，没什么感觉。可是如果你比人的话，我们3月跟去年3月比，增加了25万人。这场大型就业博览会，现场拢总有100间厂商参与竞赛，会有6000多个。虽然为民众争取到较侪工作机会，但不过近来社会发生资方刻薄劳工、劳工无受规定、无公平的现象，和真侪劳工团体决定伫五一劳动节加上街头抗议。对此，行政院长吴敦义强调，政府推动劳动三法就劳，会当显示重视劳工的权益。今天正式同步启动。这个对我们全国的劳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权利的保障书。针对劳工游行，总统马英九以实际行动顶很关心劳工就业状况，也表示会听民意，将劳工抗议意见作为改进的参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